我现在骑去那个那个邦提坡，你要做邦提嘛，对不对？我们对，我骑去邦提坡，我现在骑去。他们有无时有时那个东西就会跳，那个什么，就会跳出来。Jesus！ 我跟你讲，他妈他把我这个 camp 现在一天给我乱放，为什么呢？我曾经查过为什么我的 camp 我都放在 Blackwater 那边，他给我乱放，我去上去查，他说哦，如果他有很多就是 server 嘛。他说：“如果这个 server 你刚好拉杠很 busy 的话，他就把你就先安排在，因为他们的那个你在每一个 area 的 camp 都是有一个 cap 的。他说，如果其他 player 已经通通 take over 的话，他就会把你放在先放在别的。对啊，我刚刚跑到一个那个 town， 阻止进去，马上就被一个人杀啊，一直杀我，杀了三次，然后我就讲，我本来想跟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看他了，然后射他，他不死，他没死。他们都是有喝 tonic， 所以为什么昨天欢欢跟我们玩的时候，他说：“爸爸，你都没有什么 tonic， 我都不敢用。”我说：“我都很少用这个。”他说：“You should buy more tonic。”然后我就昨天我就后来他拉 golf 之后，你们拉 golf 之后，我就买了一大堆。因为那个 tonic 他会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 fortify， 就是你的心啊，你的什么，你在喝那个时候，他会。有一段时间呢，你喝了东西之后，你的东西完全不会 go down， including 你的 life， 还有你的那个什么，你的 mana， 还有你的那个 dead eye， 所以他们都是喝那个东西的，那个东西就是毒啦，他们都喝毒品，欢欢喝最多了，给他马也喝这些东西。OK， 我要拿 bounty 了，拿，我说我要拿 legendary bounty 了，你 ready？ 你好了我就拿。Already 啊。所以我今天早上睡醒的时候 ，Billy 就开门就进来，我说：“欸，你怎么打扮那么漂亮？”他说：“哦，我要去剪头发，你忘了？”我说：“哦，对对对对对，打扮那么漂亮去剪头发。”Billy 他是只要出门，他不管去哪里，去店里，他都是要化妆那些的，都要整整齐齐的。他从我跟他认识到现在，他就是这样。他在家里不会吗？啊？在家里不会打。不会，在家里，他如果今天不出门，他就不会打扮了。Gene Beau Finley. Damn, I'm starting to wish I kept this fool for myself. Rich dandy who read one too many dime novels out there trying to play. 不过还好，就像你有你的妹妹， himself just as much 还可以看到 like push 你的女儿，那个 direction 这样。对啊，我两个女儿很漂亮的。真的很难搞。对啊，我的两个女儿都很怕我两个妹妹，因为她说他们一直都跟 Billy 讲说，两个姑姑都好凶哦。这个，我不知道这个 Mission 你有没有跟我跟欢欢玩过？这个 Beyond 这个帅哥呢，他就是躲在他的 Mission 里面，他不会出来的。所以我们把外面人通通干掉之后呢？我们要进去抓他，但他里面他有一群私人的，你刚刚看到那个 video， 他有一群私人的保镖，大概是四个人左右，都是比较 tough 的，所以在外面干掉那些人之后呢，要进去把那四个人干掉，然后把这个人基本上好像没有什么战斗力，就是一个你知道吗？一个斯文败类，就把他抓了就拖出来，然后就送去警察那边。这个 mission 不是很难，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他有人保护，而且他躲在房子里面，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出来的。这个我跟花花玩几次，他一开始他是用弓箭，用 stealth 把外面那些，你知道那些 scouts 什么都把他放倒，然后再进去中间，然后再开始跟那些里面的人干架。干完架之后呢，就是在哪里啊？就是在冲进 mansion 里面。哦，在这边，两边都可以。我们走这里。我们走左边这一条，差不多这里就要准备下马了，佳琪，因为他前面有一些 guards 就在外面，他在你后面都可以。我刚才在调我的那个枪。哦，没事，他那些你慢慢来，他那些 guards 呢，就是说你可以用 stealth， 就是 sneak 到他的后面，用刀把他干掉，他会有个按钮出来嘛，或者是你可以用弓箭，因为一用枪的话就马上通通都惊动了。所以我跟欢欢都是通常跑到他们后面，把他们放倒，用melee把他们放倒，用就是用你知道吗？背后突袭。
但是现在我们是玩这个 level， 好像是玩 five star 的吧。five star 有一个很难的最难的地方，它不会显示红点在地图上。像昨天欢欢在玩的时候，他说爸爸都没有红点，我说你忘了这是 five star。你可以用你的 Eagle Eye， 就是 mouse 中间的 button， 就会看到他们的。Eagle Eye 每次有好像 one or two seconds 的 cooldown， 就是它没有的时候，你要等 two seconds 再按，它就会又有。它不会drain你的 anything。哎，有了，看到一个红点了。哎，这个有红点，红点前面有一点白白的光，那个就是它的 vision。比如说他在看我，他的白那个白色的光是往我们这边，表示他在看我们这边，所以要小心了。我从左边哦。哎，他叫你，他看到你了，他叫你退后，你走，先退后。哎，他回头了，我去把他放倒。他又看到你了，我刚才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哦，呀，干掉一个了，我把尸体抬走，等等，我怕等等他的有 patrol 的来。你在他背后的时候，你就按好像，哎，按 F 还是按 R 就解决掉了。我把他丢到树丛里 ，I'll be right back。我还没有用过那个人，没有用过呢。他身上只带了 nine cents，God damn it，a nine cents，OK，、okay? 一个大男人带了九分钱 ，What the fuck？ 哎，可不可以收那个马啊？可以，你要用 lasso。你现在直接骑上去就可以，但是野马你就用 lasso， 你可以 train 他们。你有是，我不是 train， 我是收他们身体。哦，不能收。你前面有一个人哦，对，慢慢靠近他背后，把他处理掉。好像是按 F。他前面还有三个人呢，两个人但是他们都看别的地方。呀，把尸体抬走，佳琪，抬到就是这个木板后面。哎，有个家伙走过来了，谢，赶快把尸体处理掉。没有，没事，他们在看别的地方，我在看着 radar， 没事，没事。对，抬到我这边来。对，丢到木，我这个 block 这个后面就好。对对，就丢这后面就好，看不见。好爽哦！哎，你处理右边的，我处理左边的，两个。等一下，我再看一下他们在哪里。OK。哦，你的 radar 可以放大的，就是变大一点，不要那么小。哦，这边它有这个叫什么 trench 还是什么的，好麻烦的。Oh shit！ 我去处理那个。这个你把他脖子扭了这个很好玩。 Shit， 这个家伙妈的 要在这个后面，好烦哦。我看我能爬过去。爸，我割他脖子，我被发现了，佳琪 ，sorry 啊，伺机败露了 ，I'm so sorry。哦，他小心，他有 machine gun， 我被炸死了 ，I'm sorry， 怎么会被炸呢？你旁边刚好有放那个 dynamite 的那个桶啊，那些炸药啊。你说他们丢炸弹是不是？他们会丢 dynamite， 但你如果站在那个，就像我们玩那个 Borderlands 3， 旁边刚好有 dynamite 的桶啊，被枪射到爆炸了。
没有，我旁边没有啊。哦，那他可能丢 dynamite 对。那丢 dynamite 防都不胜防的。真对啊。那你可以做 dynamite 吗？你可以买啊，做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craft。目前 so far 我没有 craft any weapon， 但是你可以买在 fence 那边一大堆。你爱买几个就哦，他好像有 limited 买几个，我记不得。欢欢每次去 fence 那边就是去买 dynamite， 他买最多了。人了，我知道，我看到了。我要绕过那个墙。这个家伙身上 10 cents， God damn it！ 我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一个家伙拿弓箭做这个 stealth， 好厉害哦！啊，对啊，弓箭啊，可以用弓箭啊。对啊，弓箭就是很好做 stealth weapon 嘛，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那个 suppressor 嘛。不是买了，你没带，没有用呢。我不大会用啊，欢欢很会用。我连美类我都不大会，我在这个里面你知道，我通通都用 sniper rifle 的。哎，这里就有个 machine gun， 可惜朝外面的。哦，他还用飞斧头也可以。对对对，我试看用飞斧头。哈哈，飞斧头很好用哎，佳琪，刚才那个我被发现的那个人对不对？我用飞斧头把他解决掉了。可是我要赶快把那个人弄回来。那个尸体 ，shit！ 哦 ，shit！ 他就是 machine gun 的那个，我赶快把他弄回来。我斧头拿回来了。Oh shit！ 你被发现了。对。Oh fuck！ Machine gun！ 佳琪，我受伤了，我被 machine gun， 我在你旁边。Thank you。按了。Oh shit！ 他的 machine gun 可以往里面啊。好像没办法，我记得。好，又好像我记不得了，我记得欢欢有拿 machine gun， 就是用他那个 machine gun 在那边扫射，一样，哎，好好笑。说那斧头是怎么丢啊？很简单，一样跟枪一样 ，hold 住那个 right mouse button 就是 for aim， 对不对？ Uh-huh. 你就 aim 他的脖子或头，然后呢，按一下左边的 button， 就是他就丢出去了。而且可以，它可以 retrieve。哦，不是，好，你还要去拿。Yeah，you have of course， 它就是一把斧头嘛，你就会 retrieve 啊。你就冲过去拿那个尸体的时候，刀不行是不是？你冲过去拿尸体的时候，它自己就会 retrieve， 刀不行对不对？啊？刀不行啊。刀不行，哎，飞刀可不可以？哦，好像也可以哦。哎，飞刀也可以哦。试试看吧，我现在试试看。哦，没办法。哦，对，一定要斧头。呀，斧头才有这个 function， 对，呀，斧头才可以，呀。不过非斧头也很好玩，我们玩斧头帮。我没有斧头。有吧？我之前昨天玩的时候有拿到一些，但是后来就
不知道在哪里了。哦，那你要在 Fans 买，对。因为有 Silencer 啊。这个时代哪有 Silencer 啊？有啊，有那个有那个 Homemade 的啊。那你这样讲我没办法，我也不知道。哎，我刚刚就在这边，没办法，干掉了，我看到了。对啊，但是一旁边没办法，一定要在后正后面。哇，这个家伙我杀了两次，一个 nine sense， 一个 ten sense， 看你等等，看你等等是多少 sense。我是 six sense。哦，真的、啊？原来你之前抢那个之前的已经拿他的钱了，他已经没钱了。哦，也是越来越穷了。我如果你不觉得不要 stealth 的话，我们现在在这边就可以开枪了，离远一点，用我们用 sniper 或什么也可以，随便，就是什么玩法都可以啊，无所谓，随便。不是啊，重点是你要把它，这些都是有那 EXP 的。对。最主要是这个是你不用担心那个 boss， 那个家伙就是一个，就是绝对不会出来的，打死都不会出来的。我等一下去，我等一下试试看那个 machine gun 可不可以转过来。哎、欸，这个让我用飞斧，佳琪，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用飞斧。等一下，我去抓另外一个家伙。另外那个很难，他刚好就靠着一个箱子跟着，对，这个很难。这个让我飞斧头来，等等、哦，说我要去，我说你，哎，你这个斧头，你看你可不可以拿到，好不好？哎，我拿起来了，太好了，太好了。我很怕被这个家伙看到，因为他们这些都有很多这个 obstacle 在附近。OK， 刚好这些都是在看别的地方。哎、欸，看到后面呢、欸？啊？哎、欸，转到后面呢，转到后面哦，可以啊，欸、太好了，怪不得红丸每次都在拿马勋杠。不是，先不要，你是要还要先是要暗杀是不是？暗杀玩那个斧头丢出去很好玩，喂，小心点，小心点，在那边丢斧头比较好。是我要放斧头啊，我看能不能，哦，有斧头。我看到了，哎、欸，来了一个人，小心，小心，不要动。哦哦哦哦，我希望他不会看到。哎、欸，他往你这边看的，小心哦。哎、欸，他要来了 ，shit， 他看到了 ，fuck， 他看到尸体了。啊，我也被射到了。我不知道被谁射到，我把他杀了，但是我被射到了。好玩。对，因为就是最主要还有些在 patrolling， 你知道吗？那些就比较麻烦，他只要看到了，他马上就会，你知道吗？就 alert 所有的人了。但他们的枪蛮厉害的，怎么一枪就把我干掉了？First of all， 这是 five star 的难度。Second 呢，你还是没有，你可能你没有那个 skill， 就是说，他如果打到你的头的话，你是马上死的 critical。你如果有那个 second chance， 就是他打你的头，你的帽子掉，但你人不会死。你还有第二次机会，就要用那个 skill， 那个 skill 叫什么、啊？对啊，你如果现在进你的 skill 把那个放上去的话，你就等于你头可以被打到两，第二次才会死。那个、但是也能用啊。啊，我跟你讲怎么用，你 hold 住 tab， 在你的右上角就是有一扑克牌，可是你还没有，你就按 space bar 就会到 ability loadout， 看到没有？啊哈。
OK， 不要提收到所有的，比如他会送你一些，但是其他的你要买。然后他有三个 passive 在右边，一个左边一个就是你的 primary 的这个 skill。然后其中那个帽子的叫做好像是叫做那个 first passive 你可以按一下进去，有一个叫做 never without one， 然后是 level one， 我还没有 upgrade 我还没有 upgrade 到 level two。Never without one 呢，它就是说 your head will block one headshot， 然后会 fall off。如果你没有戴帽子的话，你再 take 你的头再被打的话呢，你就会那个什么，就会 take more damage， 就是说 critical damage。但你赶快把帽子捡起来再戴回去，你又是可以 block one shot， one headshot。这个我觉得蛮好用的。那它有很多，但是这个都是需要 purchase 的，你要花钱买的。还好五十块。对对对对，但是它 level two、level three 就贵啦。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有 upgrade 到 level two、level three、level four whatever， 我记不得有几个 level， 还没有几个 tiers， 我记不得了。Gunslinger， Gunslinger is yeah, it's good for 你是 dual welding 的话呢，你用那个 Gunslinger， 它会 increase 你的 damage 跟 increase 你的 accuracy， 还有好像还有 range， 我记不得了。那先买着吧。对，就反正就是你要看你自己的 character， 到时候你要做什么 build， 你喜欢做什么 build， 你要变什么样子，你就是去换不同的 skill 嘛。哦、oh, ，EXP required。10 cents， 干。哎，我回去我的 host 那边。哦、我在 Fence 那边买了一个大刀，一个开山刀。我现在把开山刀从我的马背上拿出来了，这个开山刀好大哦。那个斧头没了、欸。哦，真的、啊，我也没了、欸。那你没有去拿？哦，但是你看我这个开山刀。你那是买的还是什么？对，我在 Fence 那边买的。你看这么大一把。我要再用这些来砍这些王八蛋。这些什么斧头、那个开山刀都是在那个 fence 那边买吗 ？Yep。啊？对。OK， 一个杀一个去拿，这样子比较有用。Yep。Ooh, cut the flow。 哎，杀人还可以给 heart 哎、欸，什么 heart 呢？他就是增加你的 health。刚好杀了还给我 health。哦，真的、啊？我不知道哎、欸。对啊，给我五个 health。
用这个再试一下 ，OK？ 好，我用这个 machine gun 了 ，OK？ Shit！ 哦，我被杀了。所以两边的话可那个看哪个地方其实没有那么 open 的话还可以。嗯。呀，最主要就是你可能就是被人家 headshot， 所以就一下就打死了。啊，现在没办法去买弓箭 ，fuck。哦，对呀，对呀。他是每一个月换还是每个礼拜换那个 sales？ 每个月。所以你要等很多东西，像上个月弓箭是 on sale 嘛，你要再等的话，他搞不好等个一年，因为真的很难等到，所以 on sale 的东西大家都是看到就马上买，因为。再等下来就不知道等多久操，好狠哦！要去杀，而拿十个 health。八块钱？多少钱？八块。八 cents 啦，八块。要八 cents。好好烂，这些人好穷哦。撞到他！Shit，你被发现了，是吗？也要，你小心啊！啊！Shit！哦，我受伤了。佳琪，我受伤了，我down了。哦，对哦，对不起。不是，到时候要 restart 了，你也down了。我是被那个 machine gun 射的射到。对 ，machine gun 的，我们看，我们那些王八蛋要先把他 take out。他妈的太恐怖了。是不是，我刚才要杀他，但是我是撞他，撞到他。笑死！我那个刀没拿出来，所以我按了没有用。我跟你讲哦，其实美类我跟你一样，我都不熟悉，就是欢欢最熟悉，因为他在什么 game 里面他都喜欢美类，所以他这个 game 一开始他就去买一大堆就是这些东西。哦，这个不能 reach， 我们现在不能出去买吧？可以出去，出去之后就是有半个小时的 cooldown。不是，我出去现在没有地方去买吗？现在哦，可以耶，对对对，可以可以，对不起对不起，这个世界通通是 open 的 ，I'm sorry， 对对对。哎，你提醒我了 ，I'm sorry， 我一直想到出去离开，我没有想到这个世界 open， 它只是把所有的 player kick out，I mean 就是我们自己有一个 server， 这个就是，等一下我看看在哪里有 weapon 呢，可以买，有找到了，我们就离那个什么好近嘛，找到了，我画红线了 ，OK， 走，那个，呀，红线出来了，走了，不是，要去 fence 啊，不是 fence 啊 ，weapon 在弓箭在这个什么 weapon 就可以买了。先去，你不知道先去买弓箭吗？买完弓箭的时候再，如果你还要再去 fence 的话，就是去买其他的斧头那些啊。但是哪个比较贵啊？弓箭才好，弓箭才几十块吧。没有，我现在就看目录表。好的，弓箭好像两三百块钱是不是？没有，弓箭哪有两三百块？而且你买弓箭的、哦，我告诉你，你买，哎呀 ，shit， 我按错了，你买最便宜的那把弓箭就好了。因为人家做过实验了，弓箭呢，它那个什么东西，哦哦 ，you are right， 124块，
跟 improve 的弓箭跟普通的弓箭呢根本没有差什么。他们做过实验了，就是那个很多 online I mean YouTube 的人，还有那个乌克兰人，他都做过实验的。绕一大圈呢、啊？没有，这已经是最近的路了。哦，你说这个路带你绕一大圈，还好，我记得蛮直的。至于你要 fence 的话呢 ，fence。在这附近好像也有，我记得这边附近也有。我只记得是一个那个篮子那样子的。对 ，fence， 我帮你等你看完弓箭之后，我帮你找找看。我记得就在这附近，好像就有。那有弓箭就在，我想说顺便看有没有好东西。对，因为我跟欢欢玩的时候，他每次就要去 fence， 不管在哪里都要跑去找 fence， 他就要买这些有的没的。哦，是吗？对啊，因为 fence 卖东西很多，像杂货店一样。拿到那什么 jewelry 怎么卖啊？那个要卖掉还是什么？啊 ，jewelry 卖给 fans 啊，只有 fans 收集那些黑市的东西啊。那没有别的作用了吗？啊，什么有没有别的作用？哎，等一下，不好意思，这 jewelry 没有别的作用了吗？没有别的作用，等我一下啊。哦，他要把你 drag 到这边的 instance， 然后你才可以。对，他只是 local 的 player， 所以你在附近只可以看到，比如说这一个 town， 还有你旁边附近的 player， 其他你都看不到。这不是买 ammo 吗？所以他一定要把你 drag 过来了，才可以看得到，他才可以 invite 你。哎，食物，我不是我的没有食物哦，在可能在马车。目录表也可以买，还有那个什么也可以买，那个叫做那个那个旁边的那个杂货店。我的 Bounty 就在你旁边啊 ，Bounty Boy。哦，你要拿子弹是不是 ？Fail ammo。哦，我也是。Fail ammo。嗯。佳琪，你要不要去拿子弹？哦，是 Dead Eye， 是红色的。那你的 Eagle 啊，对 Dead Eye， 但是Anyway， 我又喝东西了，乱七。有些东西哦，像那些酒，对不对？你看到它中间，它告诉你是什么东西 ，OK？比如说那个酒你放上来，它中间两个是显示眼睛闪电，那就是你的 mana 跟你的 deadline， 它是补充的。但如果其中它的 heart 是红色的，表示你喝了这个东西呢，它会伤害你的 heart， 伤害你的 life。因为酒本来它就是讲 is bad for your health 嘛，所以有一些它会伤害你的 actually 伤害你的 health 哦，所以你自己看清楚。Bobby， 嗨，我要买那个 elephant rifle。Elephant Rifle， 那你要问佳琪叔叔的 experience， 因为 because he bought one last night。什么东西？啊，欢欢说他要买一个 Elephant Rifle。OK， 欢欢你过来，我 show you。OK， 要、show 佳琪叔叔跟 show you。佳琪，我们在这个 post office 这里。OK， 我看到我在 turn around 这只笨马，它一直在那个 post 那边转。Okay, Jax is going to show you. Yeah. Okay. Jax 又开过头的，又掉头。这只马不会停的 ，OK? Hold control.
left control。OK， 哦，那个就是 elephant 啊。Okay， 看好啊，哦，这就是这个 gun。OK， 有total 28 ，OK。First cartridge， 然后 the two shot， OK， and then you have reload， OK， and watch me， OK， 我会看着哦。哎，好像还好嘛，昨天我看你飞出去了。对，我不知道为什么。Yesterday I was shooting this， it actually kicked me back， I mean to the ground。哎，也不会说很慢呢，欸，it's not bad。对啊，哦，OK， 我也要买一个 ，I'm gonna buy one too。我也要买一个。我也买一个，我也买一个，因为它在 half price 嘛，它下次 half price 的话是完全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它减价过。It's not half price, it's like 90% off. OK. Oh yeah. 对，刚好 half price。Original price 是500多块。是580块，现在290块嘛 ，Yeah, so it's like half price. 对对 ，Yeah. 那我可能看错了。哎，老婆。The varmint rifle too. Oh, you need the for the elephant. You need the nitro express ammo. Huh? Okay. 真的还假的？哇，好多 rifle 都忘记了，我全部都买。You gonna buy all of them? Yeah. 哎呦，哦，要买特别的子弹。等一下 ，OK。我在找那个 ammo， 给我一分钟 ，Sorry。Oh, but I already bought every single ammo in the catalog. 哎，是叫什么啊，乖乖？我看不到。不知道。它叫什么？然后我买了好多枪。I just bought like 4 guns. 哦。哦 ，OK， 我看到了，专门给这个 elephant rifle 的。我也买哦 $100 shit， 我买了999 cost me $100 我昨天买 tonic 也是花了我几百块，欢欢，我就是买 max， 呀，yeah. yeah, 通通买 max， 我全部都买 max 的已经。哦，你们还比我好一点，我是在那个，我是先买后，然后再去买999。对啊，我也是买，我买两次 ，OK。哦，我看看，我先换那把枪，笑死了。我全部都买 ，just in case。Buy some coffee and some chocolate and then candy. I want crackers. 他妈的，这把枪买了，里面是空的，都不送我们28子弹了，太坏了。Good to see you around, miss.OK， 我拿了，我也要试试看这个枪。Yeah。但是你有没有你有没有放那个东西上去？有没有那个？哦，谢欢欢，对，加基叔跟我们讲，我们还没有跑去 modify 这个枪嘞。有好多东西要放上去，我都要通通都要加。我先拿去试试看它感觉如何。Oh, it's not bad. 我好想去 weapon shop 通通加哦。等等，我 teleport 去。我买它是因为你讲了那个 is next time 不是用 when。第二个的话，这个可以拿来当那个 shotgun 用。对啊，对啊。而且它比 shotgun 还猛，但它 distance 跟 shotgun 差不多。欢比爸爸 teleport， 佳琪我 teleport 去一下那个 Valentine， 去把他那个什么。我也想去 teleport 去那边。对啊，去那个 Valentine， 然后就可以把那个 weapon 加强一下。Sorry， 佳琪耽误一下下。OK。我的妈呀！Roblox again。OK， 我已经到了。
out of my way, boys. Morning. 你跑哪里去了？ Valentine 啊。哦，你跑那边去啊？啊？你跑 Valentine 去啊？对啊，我只有那边才可以，才可以这个什么嘛 ，customize 你的 weapon 啊。Barrel， 我买最长的72块，哇，好长哦 ！Accuracy 增加了一格。阿爸，我刚刚也是买 Rolling Block。哦，你也买了 Rolling Block 啊？可是没有减价啊 ，Baby， 你买了 Anyway， 没？有减价啊？有 Rolling Block 有减价啊 ？Rolling Block 有减价？有啊。哦 ，I didn't know that。我买了 like 4 rifles。哦，对 ，rifle 这个帽子减价。对 ，rifle 这个帽子减价。对啊。是 rifle 还是那个？我看一看好了。哦 ，repeater 没有。Essential, I reckon. 这没有。Soon I'm gonna buy a carriage. 你要 carriage 干嘛呢，乖乖 ？It's cool. Wow, 那有些是要用那个 gold 才能买啊。对啊。哇，那 repeater 好贵哦，要12个 gold。啊 ，Springfield， 我想买 Springfield， 但是要那个 rank 38才可以。哇 ，11 gold。Carving。If it weren't for all the bounties running around New Hanover, I'd be out of business.I got an achievement. You have bought like everything for the components. What the middle of the street cause a traffic jam? 你们都过来了吗？哦，我都买好了。哎，他那个 fence 不是都卖一样的，还是 fence 每一个 fence 贩卖不一样的？都一样的。I see no need to have a gun out. Do you? 哎，我买那个 tomahawk 那个。You ought to lower that gun before you accidentally kill someone. 那个 ancient tomahawk 怎么不见了？不知道哎。Welcome right back. Feel safer in here, right?怪哦，怎么没有了呢 ？Good, ain't no trace of rust on that as far as I can see. 这个，this guy is recommending rifling. What is rifling?哦，这个 carving 我花了30块钱放上去我的 elephant rifle， 但是 I didn't like it， 所以我要花2块钱才可以把那个 carving remove 掉。哦，不是那个叫哦，那个 engraving。engraving 不需要，你就放在那个最上面一个就好了。对啊，不是，但是我已经花了钱弄了，可是好像拿出去的时候，我连那个 barrel 的颜色我都那个 metal 我都换掉了嘛。但是问题是花了我一个 gold 把它换掉。但是问题是现在放那个 engraving 上去的时候，我觉得不好看，好像那个枪就是那个 paint 都 chip off 了。I don't like it。呀，我又花了2块钱把它去掉啊。爸，我看到这个 collector roll 的 repeater 好漂亮哦。哦，对啊，那个 special 的那个我知道很漂亮，我也看到那个 repeater。
Yeah, 那个就是你要拿到好像 the tire certificate， 就是好像 rank 20就可以弄那个换那个 repeat 的那个。那个是 roll one collector。哦 ，roll one 就可以了。嗯哼。哦，但是我们都没有买 collector 的 roll。对对对。我得需要买。你在讲什么啊？每一些枪呢，如果你是 particular， 就是那个 role， 比如说你是 collector 还是 hunter 还是bounty hunter 还是 trader， 对不对？啊、uh-huh. ，有一些武器，你就可以拿它的特别版，就是 special version 的。哦、oh. ，所以我基本上最好全部都参加那个 skill。就是说 ，yeah， it depends， 看你就要，它就是有一些，就是每一个都是它都是不同，它就会有一个特别的武器专门给那个 road， 对啊。Oh my god, naturalist 的 variant 是漂亮 for the bottom. 对 ，naturalist 的我前天Tuesday 还是 Wednesday 我已经参加了，对啊。哇，拿这个 elephant gun 现在拿去打一些人应该很爽哦。我饿了，我要吃肉。我还没有买马呢。哦，我的马的红萝卜吃完了，等等我去马房买一下红萝卜。这个臭马跟我那个猪一样，吃好多。哦 shit， 为什么这马房进不去了？他只开了侧门吗？哎，这个马房关门了耶，我进不去哦。I don't know why， 这个马房关门了，黄婉。什么 ？That's weird。对啊。Sorry， 马上好。没关系。我爸爸 ，I spent like $4,000 already。哈？你一下就花了$4,000啊！我最近这几天也花了好几千块了，但是我也是，我买了很多东西。I've already been saving this money for a long time, so. 哦，不用担心，跑几次 bounty 就有。我最近这几天也大概花了 maybe $4,000-$5,000, but I still have like $42,000, so. Okay. 然后那个 naturalist 他的 roll 是25 gold 嘛。Even 我有 coupon 10 gold， 还是 spend 15 gold， 但是我这两天又 earn back like 10 gold。You spend a lot of money. Okay， 我很穿的好，爸爸。I bought 一个 bounty hunter the variant for one of the guns。哦，真的？是什么样子的，宝贝？但是是那个 ，it's a rifle. I don't know what I bought for the rifle.这个，爸爸你看，来，不要动哦，爸爸。哦，这个哇，好漂亮哦，上面是个骷髅头的手嘛。对啊。然后 point to the front， right？ 对啊，我也是想去家属室。哦， it looks nice。家属，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啊。他在。我刚才在那个town啊，我没走啊。哦。OK， 要不要做 bounty 了？家属可以做 bounty 了吗？可以啊。好，开始，就做那个帅哥的吧。他是叫什么？哎，你会看到他戴个帽子，那个帅哥的样子。呀，我看不到，这是你的 instance， 乖乖。哇，有人跑河里面去游泳去了。对，他写 only posse leader can accept the bounty hunter missions。但是我找不到他，他是叫什么？他是一个男的，就是戴个帽子。You know what? Just do anything. How about do 那个 Wolfman? You want to do the Wolfman? 不是，小英，我们要试试看，顺便试试看 ，find out 是不是这样子。什么是不是这样？还是麻烦那个欢欢找一，就看能不能 accept 那个。哦，那欢欢再找我看吧。家里所想做那个帅哥的。名字是什么？I forgot。哎，那宝宝，你要不要做那个 party？
But it's probably already been 30 minutes. Yeah, it's over 30 minutes. Okay, sure, sure. 那你 exit. Okay. I mean, 我们通通出去就好了 yeah. I disbanded. Oh, yeah, disband, yeah. Just disband, then we invite 你们. I abandoned it. Okay, good.看我喂我的马。OK， 佳琪 ，invitation 我都散出去了，给你们两个。OK， 我在 lobbying。我记得有个地方可以看得到，但是我忘记在哪了。Abasi, you have to take very good care of your horse.Yeah, I know. 我有双双刷它。我的 horse 好爱我。对啊，你这个马也很漂亮。哦，我们马是同一个 breed 的嘛。OK， 佳琪是不是要我再 send 你一次 invitation？ OK， 我又 send 了。我还在 rolling 啊！哦、oh, ，just in time。好吧 ，give me one more second，、yeah. 我看一下这个 improved bow 有没有 upgrade。哦、oh, ，你又买了 improved bow 了？那、oh, 我在九狗已经买了。哦、oh. ，我买了什么？他买了更好的那个弓箭。Okay, 没有什么。不是说没有什么用吗？哦、我是看了没有什么用。他说那个，哎、oh, ，OK， 你 join，OK、okay.。那个乌克兰人说他试了没有什么用啊。但是 I don't know。So I bought it anyway, 因为、啊、I have money。对啊，钱太多，反正通通。Yeah, you can't really spend money elsewhere, right? Might as well.没有啊 ，You can spend whatever you like. I just. 其实你看我的 gun， 那个，你看我的枪，你看。他这个是 Bounty Hunter 专门的枪，那个 variant 的枪，所以上面还有刻一个骷髅头。Oh, that's nice. 对啊，有个骷髅头的手，就是对着指着前面。Well, I haven't even tried shooting. Shit. Very nice.欢欢，你看我这个，好大一把 ，right？ 他那个 barrel 我也换了，也加长了。Look， 一下我想要换我的枪子呢。其实 elephant gun 的话，欢欢应该用不错。那前面那他就 mini 的时候就拿出来，但是只能杀两个，就要 loading。那个老头还是不走。Yeah, go away！ 我都要头上开一枪吓跑了，好爽。Very powerful. OK， 我拿 bounty， 反正就算有 bounty 开始，还是这个世界的东西都还是存在的，所以。Very good.Finley. Damn, I'm starting to wish I kept this fool for myself. Rich dandy who read one too many dime novels, out there trying to play outlaws with the big boys. Loves himself just as much as his daddy clearly didn't. Spent his inheritance rounding up the best gunmen money can buy, but they don't give a damn about Bo. Their only job is to make him look good. Get his name in the What a dickhead. He and some of his fancy rifle club friends have taken over the old mansion at Shady Bell. Lots of guards, lots of weapons.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young Bo. So why don't you head over there and dirty up his suit a little?
欢欢啊，嗯，我们一开始用 stealth 先杀好不好？今天 stealth？ Yeah， we do the stealth。OK， 我已经拿出来 bow。这个是有个 variant， 但是很贵。哎，我好走错了，I'm sorry， I went to the wrong way。呀，是那条路，对，前面的，对，走错了，这一条。Oh shit！ 我居然没有拿武器下马 ，fuck！被发现了，他没被发现，但是被发现了。哦，他叫你走而已嘛，对不对？啊，没做到 damage。是 machine gun。记住哦。如果时间那么短就我上了，如果时间那么短就玩完的话，就是柔柔摸摸带，你只是当而已。罗欢欢，你只是当而已，柔柔摸摸已经带了。OK， 你记住哦，这个拖越长钱越多，所以 take time， 不要 rush。那我弄很 stealthy。对，就弄很 stealthy。我还在调我的武器的，我用弓箭射他看看。那很 foggy， 很好很好。哎，我也拿我的弓箭，然后我用 elephant rifle this time。OK， 这就是我的 loadout for tonight。I killed them。还是被发现喽。我刚刚已经把他射了，很快。没有被发现。Yeah, I shot him before he yelled. 你用什么？用 arrow 是不是？用箭是不是？对，我刚刚用 arrow 了。对，箭呢？你拉的时候的太久的话，它会损耗你的 mana 哦，加请注意一下。它会损耗你的。那我就射了。对。哇操！我这边又黑掉了 ，shit。哇，好黑哦！啊，你把马杀了，欢欢。哦，是把马杀，我就是 shoot 一个 red dot。哈哈。OK， 欢欢 ，go for it， it's all yours。哈哈，是死在那里啊 ！Poor dude， 他不知道跑进来一群印第安人，可惜这边没有印第安的衣服哦，欢欢。要不我们全部穿着像 natives， 然后就来杀他们。这边好多雷了，宝宝。I know。Oh shit, I'm sorry. I failed. 对不起啊。Oh my god. 哦，我down了。我来了。你在哪里？OK， 我来了。来了，我来了。我离得很近。
我拿了粉膏。 啊 ，Elephant 打还不死啊！哦，你用 Dead Eye， 你的人就会摔过去。Oh shit！ 他妈的，那个东西跳出来，就是那个什么 sticky 的那个东西 ，sticky key。 我把 sticky key 眼睛关掉。Yeah， 我也是。怎么关掉啊？我忘记了。 他跳出来，我就说 no。哦，我是不会跳出来，因为我是好像就是把它完全 turn off， 好像上 Google 查还是什么，还是我的 key binding 我就关掉了。对啊。对啊。我关掉，它还是跳出来。哦，我知道嘉琪，你为什么会往后面摔了 ？When you use what's that called dead eye， 它就会往后面摔了。不是我的 sticky key 出现。我说 no， 他还是跳出来。不是不是，我是说上昨天看你摔跤，开那个枪往后面弹，你是要你用那个什么时候，他就会往后面摔了。你看又回来了。很小心！有人来了 ！They caught you. Oh fuck! I'm sorry. I'm sorry. 我 down 了，我受伤了。Thank you， 欢欢。我要吃药了。啊！后面射我，谁啊？救我！我来了，我这边有，这边有人哦。我知道，打死一个了。就在我旁边有一个人。我知道，我看到了。Don't worry， 我吃了药水了。我喝了药水，它是会 fortify， 就是暂时可以帮我撑着。Sniper， 我又喝了药水了，喝了 drug， 喝了毒品。哦、我忘了，我还有 handgun。Fuck you。这个moonshine到底是什么？换你后面，
Nice. Get away. 他跑了。Huh? Are you sure? Yeah. 他通常不会跑出来的耶。No, he didn't come out. 是他的 body 啊。他真的跑出来了，我看到了。Nice。对啊。把他 carry 吧。他出来了，后面那个两在外面，后面有两外面两。呀，干掉了，后面两个。OK， 加紧就骑马把那个人送走吧。OK， 都干掉了，走。房间啊？哎，关闭哦，看到了，我抓到他了。I mean， 欢欢抓到了，我背到背上了，我先等我的马过来。哦，又有人来喽 ！Shit， 我被攻击了，欢欢。哇！Shit， 你们要保护我吧，我当了 ，OK。你在哪里 ？Too late 了，你们要保护我啊！我在背人要走，你们就要过来了。OK，Sorry。呀，我已经把那个人丢在地上了，可是呢，他们一直来人，然后呢，我又要丢地上，然后又我就被人家打死了。刚刚有人在攻击我们。对啊。呀。Yeah, we'll start over. 我都背到那个人了，我是等我的 horse， 我朝我的 horse 跑去，他一直旁边外面有人跑进来。Hey, that's my boy. I tried to go into the house, but it wouldn't let me. Hang on. Huh? I tried to go into the house, but it wouldn't let me. So it maybe had changed too. 对，他也许变了。I don't know. Yeah.我就在这个地方。哦、oh, ，sorry， 我不知道，我好远就把他用弓箭射死了。哎、欸，不需要把他人带走啊？啊，不需要，管他了，麻烦死了。我已经把他架起来。Nice. Shit. Okay. 哇那个枪子弹好恐怖哦。怪不得红点还会出现，因为我们这个是 4 star 的， 5 star 就不会有红点。哇，你们两个，哈哈，他们俩变蓝波了，感觉有必要钱。对啊。哇，好多 dead body。把那个 bounty kill 哈，真的啊？
Bounty 死了。Yeah, Bounty 死掉。哦、reset. Sorry, 是我丢了 dynamite。没有，我刚才一直在房子里面射。哦、那可能被射死了。OK, 自杀自杀。没死吧，死掉了。死掉了。这东西就死掉了，没用啊，这家伙。哎呀，怎么样自杀、OK, 让他把我打死。哎，那个人坏人呢？他们死掉了吗 ？OK, yeah, OK, we're gonna reset. 没有关系，反正钱越来越多，因为我们浪费很多时间，所以。Try the cupcake you就把他们吃掉，没来去。OK。怎么样？我这样带灯的话，应该可以吧？啊？我看不到，我带灯。带灯就被人家看到了。后面 ，shit， 我还拿着斧头，我不知道。就乱扫啊！上面。哎，他不让我换枪啊！哎呀！哦，没有被打死吧？哦，没打死，吓我一跳，我以为把那个谁打死了，那是他的 bodyguard， 没事。
这次没有杀，但是我没办法换枪。另外一边跑了，但是他有巴尼嘎，有巴尼嘎，小心不要杀错了。白衣服的就是他。哦，我被射死了 ，shit！ 啊，在哪里被射死的？啊？我说在哪边？就是那个、没看到。我等他跑过来那个。那个白西装的人跑过去，然后后面两三个我射了一杀了一个，另外两个没，然后 detain 他们，但是没有射死他们。没关系，因为我只有手枪，我不另外一把枪不知道跑哪里去了。你可能留在马上了。对，笑死了。I'm gonna try sniper。我全部的枪都将 sniper 那个 sniper 的那个。哎，这次他有 15 cents， 你在他这身上收刮了不少钱哦。对啊。我掉了，我在后面，我来了。哦，不要来接我了，没办法。然后那个拿了机关枪的兵，我也当了。Again。哎，刚才那次 close。哎呀，我就是我的 horse。来的比较慢，哎，没办法。OK。Sniper。Alert 吗？对，没事。Oh my god！ That way. Be that way. Oh my god, 后面也来人了。 Shit, 我们被包围了。
你们帮我看后面 ，OK？ 呀、yeah.。Hello, Hwanbi. Watch out.嗯，欸、我该有 back。你们 OK 了吗？哎、欸，我抓不到他耶。抓到。好了吗？呀，走了，撤退。OK， let's go， follow 我的黄线。从这边走，从这边走。要我在旁边，我在应该在你们后面。我在你们后面，我 just keep going。他们后面有跟上来，但是还好，没有很，没有很，还是有个距离。Almost there in 5 seconds. Oh my god. Now, good work for an amateur. As soon as they're in that cell, you can get yourself paid. Poor guy. The county thanks you for your service. The county thanks for your service. Hello, Mama. Mama. Mama 回来了。Hello, Mom. Hello,、yeah. 老婆。妈，爸爸说 Hello。Hello, Mommy. Go. 哇，妈妈，你真好帅。我真的要上来看妈妈头发。为什么？她剪头发了，跑出去剪头发了。他跑去就剪头发，妈妈你剪头发啦，好帅！
拿多少钱？快显示出来！488块，400块，72个gold，2000多的 EXP。欢欢，你多少钱？500。哦，最高了。哦，我 bounty ranking number two 了，我又多拿100块，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的 bounty 到最高最高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东西，你就每次给他冲，每次有 exp bounty 的 exp 就冲，对不对？又拿多拿0.5个 gold 跟100块，你就冲到满了之后，你可以换100块跟 gold bar。我刚刚又换了 gold bar。这边没有 post office。跟100块，这个地方什么地方好熟哦 ？What's this place？Valentine 哦，不是 Valentine 吧？好像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在这里啊。哦，这里叫什么 Rodis 啊？嗯，是 different。哇，这个牛怎么放在这里啊？ Oh, yeah, we teleported to Valentine. Where are we here? 干嘛？你买什么？啊，马上来。一下，我要去帮妈妈。哦。哦，这个牛怎么就死在这了？还皮还被剥了。What can I do for you? 马上就好了 ，sorry。哎，我怎么跪下来了？你跪下来了，哈哈。哦，顺便还拿我的 dynamite， 我刚用完了。我修一下枪。哎，这边有个 fence， 我要在 fence 买一点东西。OK。你们反正准备好就跟我讲一声。Well, you just let me know how you get off. Wow, this guy looks like a rat. Yeah, 我要去。基本上就是保养一下。我基本上每次回来就那个了。哦，就跑到警察局去干嘛？我要去 weapon 的。Crazy man， 哎，这是 hotel，What the hell？ 那 gun shop 在哪里啊？哦，在那边。Well, I'll be damned. You're back. Yeah. Hey, no customers over there. Fine. Okay, just watch yourself in here. Okay， 我看看我的 volcano。好，就是 select。Gunk, I mean, clean weapon. You don't keep your gun clean, it's liable to bust on you just when you need it. You need to clean your weapon. Surprised if it still fires. Looks like you're taking care of that weapon. Good to see. Okay. Oh, L.Okay. That gun seems to be well taken care of. You've got a fine weapon, and I can make it even finer if you're interested. You wrap that thing in coal and mud? A dirty gun will never fire right.把所有的武器都交 clean。Glad you take care of what's yours. You need to clean your weapon. Surprised if it's still fine. 对啊，我所有武器到 range 啊。对啊，通通都给 clean 了。That gun seems to be well taken care of. Oh, wait, I have a new knife now. 要不要加？我要不要？我这个 Vermin 要不要加那个？我在想要不要加那个什么东西啊 ，barrel 那些东西，让它 improve 它那个 range， 但它杀伤力不够啊。
Abba, I figured out how to switch my knife. How? 两次。Abba, 你看我的新的刀。我看看。其实你看 Oh my god, 在 Fence 买的、啊。嗯，但是 I never used it before, 因为我已经有很久，但是 I didn't know how to switch it. 但是 it's like if you switch the ammo, 你要换那个 knife。哦、oh, ，就是在上面换那个 ammo， 它有个有一个 arrow left and right。Yeah. 哦、oh, ，OK。我都不知道。哇，你这个刀看起来很恐怖。你看，我有一个 hatchet、嗯。然后我有一个 hunter hatchet。哦。然后呢，我有一个。Oh my god！ 这个好恐怖哦， yeah. 这个好大一个、哦。呀，再买一个 Springfield weapon 就好了。你这个斧头好大一个，黄瓜那个头。好恐怖哦！哦，丢地上了。他们看你好怕、啊，他们被你吓走了。等一下，我有一个更大刀在我的 torch 上面。哇，前面怎么那么多大便啊？哦，哇，这个刀好长哦。他跑到哪里去了？啊？第十四，你看。哦。看我的刀，西瓜刀。Yeah, where'd you get it? Fence. 在 fence. Fence 还有卖 two hand hammer. 哈哈哈，不知道那个拿砸人会不会很爽？哎，买 hammer 啊？对，而且还是 two handed hammer. 没有看到。很贵，不要买了吧，欢欢啊。As many melee weapons as possible. 你也不能带那么多在身上。每一个东西只能带一样，你 off horse 的时候。没有看，但是我都没有看到。有。还是电。这 fence 在哪里啊？哦，就在这里嘛，那么近。My horse is being down. Oh my god， 可怜嘞。Yep, 都是要21的。这什么 bullets？ 哦 ，throwing weapon。哦 ，throwing knife， 你要买 throwing knife 才可以丢。I can't get the hammer. I don't have the trader role. Oh, 要 trader role. Oh, 我是 trader, that's right. 我忘了，所以我可以买。Yeah, 我是 trader. Yeah, 我买看，反正很便宜吧。哎，我买了个 ancient tomahawk， 怎么看不到啊？在 horse 上面。我 horse 上面也没有。啊？在那个 Lasso 的 spot 吧。哦，有可能在 Lasso 那边哈。在 Lasso 那边。哦，欢欢，不过那个 Hammer， I'm not sure if I want to get it， 因为还要加一个那个 profession 的 coin， 那个 currency。Never mind. I'm standing on a barrel.
走啦 ，OK， 好，那我开始了。哦，是炸弹。Damn。还有炸弹呢、啊、，My God，You guys。不是我那个捡到的。好吧，你看我。啊？等一下，等一下，我在那个什么里面，那个 page 里面，在哪里？哦 ，Hello， 乖乖。哈哈，坏小孩。等一下，我进去那个 Telegram， 所以我现在暂时没办法看。出发喽！出发。我已经不能动了。This cupcake is very chocolatey. Yeah, I can tell. It's like so chocolate. Too chocolatey. Yeah, too much chocolate. 哎，假如说你那个丢出去，你没捡的话，是不是就没有了？要问欢欢，我这样是丢出去，你捡了，后来我就没有，我就一直没有了。嗯、欢比啊，那个 axe 如果丢出去，你没有把它 retrieve 的话，你是不是就没有了？Yeah, sometimes I throw it a lot, and it'll disappear on its own. Yeah. It's okay, I'm not even cheap. Wow.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个新的 mission. 我也不知道，没做过。You can't, and you have in the top left, you can't use your weapons in Tumble Week, because he wants to avoid bloodshed. So we cannot use our weapon? Weapons. Oh, you can use your weapon, okay.No weapons. I want to avoid bloodshed, so no weapons. Nobody took out weapon. Hey, that's it. 你看，你 if you hold tab, there's no weapons. Oh, 真的嘞，只有 food. Drop them up, but avoid them before. Okay. 我们这是要干什么？不知道，没做过加急。现在就是要先进去那个黄色的地方。We have to beat them up, but 不要，不要杀他们。OK。可以打他们吗 ？Yeah, that's exactly what we need to do. 就是要打他们。So we can't kill them. Oh, I like saloon. Yeah, saloon is my type. It's my way.我怎么打、啊？哦、oh, ，F， 哈哈哈哈 ，I like this， 哈哈哈哈哈哈，哦 ，OK， 欢欢欢，哈哈 ，Oh shit， Oh shit， you fuck。A known priest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is fled to New Austin. Oh, our weapons are back. Oh my god. New Austin is 爸爸 lying low with the band of outlaws living at his feet. 爸爸的嘴巴被打爆了。The target is in vascular form. Go find him. Okay, 我们去找这个。哇，你的小帽帽哎、欸，没有掉了。Yeah, you need to get your hat. 我要喝一个 drink。我看另外一把帽子。哦，对，我看地上有其他人掉的帽子。He's too scared to serve me a drink. 哦。你再马上面戴一个帽子吧 ，baby。你是不是也有选那个什么，就是说，就是可以 prevent headshot 的那个帽子 ？I mean 那个 skill。不知道那个 skill 是什么？哦，那个 skill 是叫做never without one， 就是 never without a head， 所以 it's called never without one。在哪一个 slot？ 在 I think first and second passive 都可以选一样的，就是都可以选那个 skill， 那个 passive。我要再翻。Yeah。宝宝，我在 Wildland 是喜欢 take shortcut。Wildland。
Oh shit, 你们都走 shortcut。人又掉下去了，哈哈哈哈，肉肉猫人又掉下去了。我没掉下去啊，我说等等又掉了。就看看看那个几率吧。救命！不知道会不会被火车撞？哦，对，我才刚还在瞎想。我这个 character 被撞过啊。Oh shit, I'm sorry. I've tried it before. One shot kill. Oh shit, shit, 这里。Oh my god. Okay, we have to find a priest.我们可以进去吗？ No. Oh, 他开枪了。Son of a bitch. 在救你乖乖，所以。I'm dead. Timing's right here. 没事 ，respawn 就好了。好吧，回来了。I'm back. I'm back. Touch the target. 哎、欸，打他，又要打他，又要打。没事没事，把 B 来了。哎、欸，我的救援不见了。Sorry, don't worry. Don't worry. 我要救，正在救你，我跑过去看不到人了。对，已经被打死了，所以对，没事。Yeah, they shot me again. 没有，我看到那个 health 还很多啊。对，他又被旁边人吓，就又打一枪。我被又补了一枪，是不是？对啊。对啊。哦，妹妹姐姐说昨天她说她也想跟我们玩，她昨天晚跟我讲，可是她到现在没起来。哈哈哈 ！Might as well, right？ 哎，我后面有个人。他们好厉害哦！对啊。Okay. Use my pistol. Weaken 这爸爸。爸爸 is the same cult as the first of me, first of you guys. Oh, 我又到。来，爸爸来了。爸爸，你先把他们杀掉。好，他人呢 ？It's not him. It's the guy behind. Shit， 我也当了欢欢 ，sorry。先救欢欢。不要。我正要救。我也是正要救欢欢，我把那个人绑起来了，正要救欢欢，结果。我本来想看你，我刚好站在中间，我就是说欢欢先倒退，先救欢欢，对啊，然后就被他死了。你们不要救，你们就把他们杀掉。妈妈就笑那么大声，我们被打了，笑那么大声。他在上面还在下面？没有，他在讲话。欢欢在上面，所以现在。Bowser is in the kitchen。对他没有，他在讲电话吧？
我听到他笑声。对啊，笑死了。那我的朋友都有听过。从后面，从后面过去。他枪很厉害，对，我知道。他是 shotgun。对，欢欢，你去绑他，爸爸来救佳琪叔叔。OK, I got it. Shit。我把他开了。抓到没有？对，是他，我来在外面射。要把他绑起来了。呀、OK, 你们要保护我，我抬着他出去了，准备。上马，上马呀！我的马来了，我叫了。马好慢哦。来了来了。OK, 大家上马。上马 ，Go go go！ 吓的。Save me, Goddess, save me. My spirit is still free. 旁边有人来了。Oh shit, 我被射了。哦哦，我前面。给我马吃了药了，给我马吃药，对，他可以一直跑嘛，对不对？我给他吃药了，到了到了。Stop on the screen. Hey now, let's get to know each other a little bit. Help! 我老是跑到悬崖这个地方啊。你在上面啊，哈哈哈哈。I'm stuck up here. 0.8 个 gold. 啊 ,0.08 个 gold, 不是0.8个 ,0.08 个 gold. 怎么这么少？不知道，他应该还有 next chapter. 应该是 ,I'm not sure. 诶，没有啦。我们是不是做的太快了？不是，这个不是 bounty mission, 佳琪，所以可能没有那么多钱，因为这个月 special 是 bounty mission。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小 mission 而已，哎，呀，只是一个小 mission, 才8块钱。I got $28. 哦，才7.45块。我8.38块。$28. 笑死了。哦，他看你那个杀人多是不是？不知道，有应该是哦。杀很多人。哦 ，70 Celsius。
下雨。对啊。OK， 我下去了。OK， 我要去吃饭了，那个肩膀受不了，好饿。